手机了吧，这手机可好了，可以看电视，看中国电视。我现在拿这手机没事看《非诚勿扰》，你看吗？老爸，《非诚勿扰》。我你咋不看呢？你多有名啊！现在哦，反正挺好的，挺多中国的电视都能看，还能看《快乐大本营》啊。那我没事拿那个看看，也就拿那手机做娱乐了。行，老爸，我不跟你说了，这次打电话可贵了。嗯，我这挺好的，啥事没有。这个就是上班的时候倒那个坐车费劲，但是你没事，我提前点出门，完了要是晕车了，我中间歇一下，完了再走。我现在都提前半个小时，反正我现在早上一般没有早上8点的班了，一般都中午去。